好的，各位观众，你看那标题，还有听这声音，然后再看这画面，你应该知道我们今天玩什么啊？就是没有，我不知道，我知道你们不知道，这是 FDB 的一个模组，叫做 Farming 什么 Valor， 就是我一开始以为它是一个农场的普通的一个物语，就是这样而已。哦，结果那你知道，我听到这声音，我还以为，这是星露谷物语的声音哎。这完全就是新路谷物语，我还担心有没有那个版权问题，看来应该是没有哈，我就不管它，就直接用过去。所以我们就直接去一个生存世界哈，那我们制定这是它制定的时候，我们就这样放着吧。那么名称我们改一下，我们改成好，我们就放这名字，悠哉的废物生活，好不错啊，很适合我的名字，又悠哉又废物的生活。那我们可以看到画面有很多彩虹，还听到烟花声音，因为我们画面完全没跟得上速度啊。哦，这边就是这个教学书啊，你看教你一些种一些快。哦呦，这什么？湖中女神哦。星露谷物语哦，这就是任务书，我们可以跟着这些任务书来过这些任务，或者是我们可以完全不用管它，我们就照自己生活哈。咦？哦，这棵树比较是圆形的哎。我是星露谷物语。星露谷物语。好，我们就直接砍树吧。右上角这边，右上角地图的右上角这边吗？这边有村庄，我们可以过去看一下，说不定是星露谷之窗之村，星露谷之村，哎，好酷哦，你看，好酷，这有风车哎，可是有村庄就好了，我们就定居在这一边了，这样我们就不用盖房子，不是，我们还是要盖房子，我还是想要自己的房子哦，熔炉也有了哎。箱子里面有什么？食物也有。这画面怎么关掉啊？那什么按 O 吗？啊，对，这种子不能种这个。哦，我们用买的才可以种。圆形木头盖的墙壁，呵呵，好丑。你看那边，这边的风景真的很好呢。地球，原来我们不在地球上哦。好吧，原来我们不在地球上。这边。你好，请问有人吗？如果没人的话，我就想要住这边呢。这边还蛮豪华的呢，超豪华哎！好豪华哦！不错呢，美派呢，全身装备都有了。哦，这边风景不错，这边又有彩虹凸出来。那我们应该要盖家在附近吧？可是我有点不想盖家。那一开始我们先住在这一栋吧，这栋还蛮舒服的。椅子可以坐吗？椅子不行呢。看一下我们有什么模组可以玩哈，种田的话应该是可以玩的哦，有家具模组那些，好，我真的要自己盖家了。他说水瓶要干嘛？哦，喝水，因为我们有那个水分子是吗？水我们任务解了吗？还是要捞水？不见了，肮脏的水，这次完成了，可以自己打勾哦，这我已经完成了哈。Mine some iron and craft them。就是挖一些铁矿哦，做一些铁桶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完成三个，好了，三个。Someone the heaven goes 哦，这是召唤那个神，就是我们召唤这个神。好，我们今天就来召唤这个神好了。好像拿去过滤呢，不能直接喝，怎么办？这样我们不就没水了？我觉得应该吃水果，应该是有补那个水分的，所以我们应该可以吃一个水果。为什么？而且你眼睛为什么？为什么你的眼睛的呀？给我截个图。这边是哪里啊？你是什么地方？你是商店耶。这是任务。我们可以接一些任务来过。接任务的话，我们就明天，下一集我们来接吧。哈，这一集我们要先把书本的三个任务给过完。可是古力怕在附近不是吗？为什么我们都在外面啊？而且你们眼睛好怪哦！不要！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这么小个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谁丢火？谁丢火球？谁丢火球？为什么会有火球？刚刚我是看到火球吗？我可以喝吗？我会中毒水分中毒会超级口渴，白痴哦，水都不够了水瓶在这边，我们需要这样吗？然后再这样，然后做一个，可以做成三个。过滤器，那我们再把我们的水拿去过滤一下看看。
有，过滤水，喝看，白痴还中毒啊，拿去烧哦，早说嘛，拿去烧，还有水还要拿去烧，有铁的，那我们可以做那个铁桶，我们要去装水，他告诉我们要装水嘛，好，这水这完成了哈，做一个那个铁桶，然后召唤一个女神，两个水在旁边，然后两朵花，然后还要中间一个花盆放在中间，然后拿一个木棒点着一物件，然后还变成这朵花，然后拿这朵花丢进水里面，就召唤出一个女神。然后女神能干嘛呢？踏上你的旅程哦。所以我们现在还没踏上我的旅程哦。花盆水加油啊，可以借用一下吗？好吧，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就可以先到这边结束。那么下一集呢，我会先把花盆给找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开始踏上旅程了哈。这一集我们就，哎呦，下镜好快哦。这一集呢，可以事先准备哈。毕竟我也是第一次玩这个魔族嘛。这边有食物，这是食物。所以这个世界基本上食物是不需要，因为到处都有食物。那我们下一次就来召唤那个湖中女神，然后踏上开始旅程跟接一些任务吧。好，那么我们下一集再见哦。那么想要继续看的话，可以按个订阅，并且帮我按个喜欢。那么不要忘记按下旁边的铃铛哦，哈，可以没事都可以接到通知啊，应该是这样说吧。那么我每天晚上6点半都发布影片啊。那么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你们眼睛都好奇怪哦。